整合陷入僵局，除了决定候选人的方法出现了分歧，目前虽各自提出了全民调的方案，但是详细的方式还是是僵持不下的。我们来看到针对蓝白协商的规则，民主党参选人柯文哲被问到是否愿意侯科或是柯侯配，或者是坚持个人呢？柯文哲受访表示哦，不管是侯科或是柯侯，只要是全民调的方式出来，在统计的误差范围内，就算是他赢，他还是愿意担任副。 手的，但不管是侯科或是科侯，走到这里只剩下这个选项。而针对外界也好奇说，如果蓝白合成真，那中间选民会倒上哪一边呢？媒体人吴子佳也分析说，如果蓝白合最终成真了，科侯配的话，蓝军跑掉的比例很低；那反观是侯科配的话，白的中间选民跑掉的就会比较多。他也认为说，从民调的长期追踪来看，科侯配会赢得比较多。那针对现在蓝白。 台和陷入僵局哦。前总统马英九日前提出来的全民调来决定，获得了高雄前市长韩国瑜的支持，引发政坛朝野关注。那也有港媒分析直言说，马韩联手可能会带给侯友谊三大冲击。第一，就是因为马韩等于为台湾民众党柯文哲的方案来背书，舆论的风向不利于侯友谊。第二，是韩国瑜挺侯科配或是柯侯配上阵，也间接暗示拒绝当蓝白破局之后侯。 侯友谊的副手。第三，是因为王金平对马英九主张全民调表达反对，引发南部不小的反弹，认为说马英九应该要三思，并呼吁侯友谊要谨慎思考下一步。国民党内的本土派跟外省派的对立也恐怕在一起。